啊，就是把这个 B 放进去 ，Substitute 啊。OK， 所以说要这边要沉咯，讲啊，看到吗？然后这个也是把沙地去 ，OK， 啊，等我的答案而已啊，你们，哎呀，都不要 try 了，啊，啊，怎么这样呢？加油啊！这个除九除三等于三减二等于一，就是 square root 三 a 等于一，然后过后那个 square root 怎样弄呢？搬过来变成就是两边 square root square 啦，变成什么一 power square 还是一对吗？还是一对吗？还是一也还是一啊、哦？3a 还是 a， 然后呢三怎样解决？除三，两边的除三，哎呀那一 over 三，一 over 三，然后你就是 a 可以拿到是 a 等于一 over 三啊，明白吗 ？OK 啊，就是。哎呦，你们呢？怎么讲呢？没有积极的学习怎样呢？我看要加边了咯，要蹲条打了咯，所以不努力，并没有错。要快马加鞭，打屁股，打屁股，打手啊，那屁股来打。打手啊，因为你手没有动啊，我手打就会动啊。快点！你抽而已啊，我叫你去做，不是叫你去抽而已。现在已经会了，嗯、啊，懂吗 ？Substitute， OK 啊？那你去啊 ？OK 啊？明白？Substitute 能够吗？哦，两边 square，OK，、okay, 两边 square 不见掉了 ，OK， 左边 square， 哎，弄错了，左边 square， 右边也要 square， 对吗？右边也要 square， 简单，那么这边就没有了，就不用了咯 ，OK， 好了没有？行，下一题呢？下一题给你们做一下，快点，弟弟，不要懒惰。所以我看到没有动手，我就打。啊，这边把这个 A C 是什么颜色？我把它换成 C 什么？颜色是什么？我红色 C 呀、啊，我把这个换成 C 去啊。C 是三对不对？就是乘三的意思，把它塞进去，啊，看到吗？OK。哎呀你，然后 A 是什么？十二。三七。啊，把这个 a 变成十二，你可以看到 a 等于十二吗？把它塞进去啦。啊。怎么不能够？啊，没有用心学啊。怎么不能够？啊。这写的 ，OK。OK。阿弟，十二乘三乘十二多少？阿弟。十二乘三多少？哎呀，别人给你答案啊！没有没有，我自己答案。九 B， 四乘三呢？十二，哎，减十二，哎，减十二，
36 square root 多少平方根？平方根36是什么？6636，知道吗？好的，6636，它平方根是六，36的平方根是六，知道吗？9b 等于减12，那么12怎样解决？12减12两边，这么你快点写了，不要动来动去了，哎呀，两边12，对吧？12减12不减，加12 sorry， 加12，不是减12啊，加12 ，OK， 过后呢，12不见了，对不对？6减12多少？18。然后怎样解决这九？九怎样解决？本来啊，别人减九的，除九对吧？两边除九咯 ，OK， 两边除九 ，OK 啊，两边除九，OK， 提交啊哈，啊 ，green，green，green，嗯 ，oh yeah。除九九 b 等于多少？九二十八，这样了吗 ？OK 啊，等下弄清楚这边，把这个三放进去，对不对？什么颜色？你要什么颜色？红色。A 是红色的，把这个也是深红色。然后这个是什么颜色？青色。我不要青色。青色。我要紫色。粗我才用青色。我粗才青色。B 是什么？青色。就是这个山呐。OK， 然后你就可以拿到 square root。339对吗？等于93，27减4c， 过后呢，就3对吗？等于27减4c， 27，然后下一个呢，把 c 搬到4c 搬到前面去，变成 positive 对，两边都来减什么？减四 c， 左边减四 c， 对吗？我换什么颜色？不要青色啊，蓝色。蓝色。OK， 蓝色。然后蓝色哈，对吗？然后怎样弄呢？这个步骤呢？这个还有三对不对？还有减三，左边减三，右边也要减三，对吗？这个用什么颜色？青。不要青色。哦。红色，红色，红色。然后这个减一下没有的，哎，这个是胶 ，sorry， 这个是胶哦。胶。胶。OK， 三减三没有了，对不对？三减三没有了，对啊，这边变成27减三多少？4c， 4c 等于24 ，OK， 过后呢，你要解决这个四怎样解决？除四两边，左边除四，右边也要除四，其实啊，如果是我做的更快，但是厨师哈，厨师，我来这边我，你最喜欢青色哈，厨问我的青色，
OK， 然后 C 等于多少？四六二十四啊，对啊，如果是我的话，很快啊。如果我不需要那么多菜啊，第二张的话，我就可以直接的三等于二十七减四 C， 然后四 C 等于多少？四 C 等于二十七减三，二十四 ，C 等于六，完了吗？这么神了，就是最快的速度咯，但是一定要心算呐。啊，心算呐、啊！啊，我哪里知道你们？哈哈哈！我写这么 step， 因为有的人不明白呀、啊，不知道怎样运算啊。啊 ，OK 啊。So start to do it now. So what is going to do? You are going to substitute this value.I'm using the red one. So T, you substitute T with negative 5. And also, this one you substitute, you substitute by U, huh? Substitute by.Okay, so after tha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ere? So what is going to do next? You are going to do this one, solve the problem with this one. So times what? Times 25. Or you are going to write down as dot, dot in the middle. Okay, C dot.Center drop time 9. Okay. So what is going to do there? That is meaning 3 over 2. S equal to. You simplify. We get the 5 times 3, 15. Plus 3. Okay. 3 over 2. Okay. S equal to 15 plus 3.Adip, 15 times plus 3, 18, yes, very good. After tha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en? You need to multiply something, huh? What are you going to multiply? What you need to multiply? What are you going to need multiply? 2 over 3, yes, 2 over 3. So you are going to use, become multiply and divide using the,green color. Ati is very excited to see the green color. okay. So, 3 over 2 and times 2 over 3 become 1. So, left it become only S. Okay, 18 divided by 3, 9, 6.18 divided by 3, 6, 6 times 2, 12. So, okay? That's the answer. Okay, 这个刮胡一下。X, 28. 然后过后呢，下一个步骤是要做什么呢？啊？这个66 36, 对吧？对吗？66 36, 这个乘66 36。Positive or negative, negative means positive 36. 哎，这个呢，十四除八啊，二十八除四十四 ，OK， 十四乘三，多少？三四十二，四十二哈，对吧？对吧？对哈 ，OK， 过后呢，要做什么？这个除三的三十二。三十六除三多少？十二，阿弟不能够哈，能够吗？阿弟，十二 ，OK， 下一个，这个怎样帮我前面怎样？我不用写那么多，我这个到前面这边减十二对吧？哎，我不要写下一个步骤，嘘。
哎，对哈，哦，把它减，这个加变成减十二 ，OK， 减十二，比如说两个都要减十二 ，OK， 这个减十二，对吗？减十二是用什么蓝色啊？减十二，两边十二，就十二是十二减十二等于多少？三十 ，OK。那么五分之三，你应该要乘什么？要乘什么？啊对，把它变成一。五分之三应该要乘什么？这零都没有了了。乘五分之三就是乘三分五分之三变三分之五。啊，都缓一下，为什么知道吗？阿弟，我现在乘用青色啊，阿弟帮你最喜欢的，啊，左边乘组啊，这个也要乘这个，对吧？对吧？阿弟，五分之三乘三分之五没有了，等于一了了，不是没有，等于一，啊，变成 t square 等于多少？等于。就要除一下多少？三除除三多少啊？啊？三十除三多少？十，然后十乘五，五十，哎，变成五十。啊 ，fifty， 哎，应该那里弄错掉哈，有中错吗那里呢？南无那个南无，要搞法吧？怎样？这答案是 t 等于多少 ？square root 五十加减，有两个答案。OK， 两个答案。OK， 哎，等我变成下面去。啊？然后呢 ？Hello， 这个呢？啊 ，t 等于多少？啊，我用 purple color，purple color，t 对不对 ？t 换成什么 ？purple color 那个，哎。OK， 然后呢？啊，来又减掉，对不对？三二六，这个变成二，对吗？变成二，这又减掉了，啊，又减掉了，这个又减跟这个又减了，这个也是又减掉，这个跟这个又哪一个又减？啊，四又减掉了，就剩下二了咯，对吗？啊，又一下都没有掉了咯，然后这个二除二也是没有掉，对吧？啊，也是没有掉，这个二跟二也是又减掉，剩下多好啊，知道吗？阿弟，阿弟，这个又减，全部又减掉没有了，又减掉等于多少？多少啊？变成一了啦，不是零啊。然后三分之五分之三，那个是求多少？那个也有五五二十五，六六三十六 ，OK， 加三分之一 U square， 然后。五五二十五，这个就减掉了，五五二十五，啊，变成这个变成五位，这个变成十二，又减掉，这个又减掉，这个又减掉，跟这个又减掉，啊，我的，啊，然后三跟三十六又减掉，变十二。OK， 又减掉 ，OK，
然后剩下怎么答？一等于十二分之五对吗？加三分之一 u square， OK， 高难度啊，对不对？对。然后两边都要减什么？五十二分之五 ，OK， 都要减十二分之五，减掉，左边减这个，我用什么蓝色 ？OK， 减蓝色，然后我减一下什么事呢？这个减了没有了咯，对不对？减了一减一还是变零了，没有的了哦。OK， 多斯蒂布恩写。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一就是十二分之二，对吧？十二分之一样，对不对？啊，那分母变成一样，十二减五多少？七，七 over 十二，啊。啊，怎样解决三分之一？啊，乘什么？乘三，左边乘三，用青色。啊，阿弟最喜欢的啊，青色啊，青色。啊，青色，两边青色。没电带啊。嘘。啊，出现没有了哈，变成 where u square 了咯，等于这个又减一下多少？等于四对吗？对。OK， 这个又减掉，就减掉了哈。哦。啊，答案就变成什么？七。over 四，然后 square， 然后 u 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七 over 四 ，OK， 啊，来这边。